矮子今天早饭吃多少就看你了，你喊谁矮子呢？啊，你妈的，喊谁矮子呢？喊爸爸快点，没大没小的这一天天的。一集团怎么说？感谢。快起来了呀！麻痹！谁想打一级团呢？为什么要打一级团啊？不是谁要打一级团的呀？咱这个阵容凭什么跟对面打呀？我吐了呀！这蛮王一级给他拿两个头，怎么打呀？而且这个小代练蛮王，我难受了，兄弟们。刮刮乐，他在攒怒气，给我来个旋风斩，两级了。A 被动 ，A， 对嘛，漂亮。我征服者触发了，跟你开玩笑。蛮王这一波被终结的话，450，14岁，贵州最强打野，稳的一逼，可以。嗯，我27岁，中路杀神，看不下去了，今天必须要 C 一把，兄弟们，这把打野想赢。我操，好暴击，可能想越我塔。死小老弟呀、啊！想屁吃呢？翻墙，插个眼，机器人，我操！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想抢头是不是？你像你妈个魔教中人、！Q A W， 等下一波别接。他出了一手攻速鞋，可以，小心。这很烦，炮车没了，差200块钱，想越塔可以，我觉得 OK。W， 走吧走吧，快起来了。怎么说？烦不烦恼？黑血不死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可以，别急，炮哥来了。他妈了，这下路两个人咋来了？我们家下路两个是菜的一逼啊！这一波我跟14岁最强打野配合的已经是天衣无缝了，但是奈何下路的支援太快了。可以看得出高分段的支援是非常快的。回血不死可以，摔死了。亏吗兄弟们？这一波肯定不亏，700块钱。如果这一波不死，蛮王也把我杀了。所以说这一波是非常赚的，留了，偷个鸡吧。蜘蛛这个英雄是不太喜欢偷鸡的，偷个鸡。蜘蛛不太喜欢偷鸡，我们给他鸡投一投。千万不要去下，因为去下的话不一定打得过去的嘛。是个屎。蛮王交大了，我只知道。没事，机器人拿头不亏，咬他！哎，漂亮！咬，咬！小炮来了，肯定小炮来了，不然机器人不可能打的。接一手，老鼠还没支援，看到没有？支援太差了，真的，帅的一逼！我靠，打野双排吗？
等一下，等一下说一下，这打野玩的还可以啊，可以带他一起双个牌。希望等我，等我一波黑不呀？我操，我来了！我操，有点戏啊！我操，这个人是不是吃屎了？没事了，翻墙，叫鸡也没用。你变羊会不会啊？没变羊吗？不是吧？变羊应该会变吧？这一波应该变个羊，他带 W 过来的。我操！留一个，留一个是一个。留一个是一个。继续追，小心。翻墙。翻墙想跑是吧？恐惧帅的一逼，漂亮，帅的一逼，漂亮，神仙打架不能怂，怂一下这一波都打不过，只要怂一下对面就收割了。怎么说，小心，还有点狠，完蛋，露露没有到，但是没事，老鼠姗姗来迟。怎么说，交闪拉开距离，走 A 走 A 滋走 A， 漂亮，吸血，石头人没有用，他只有一个团战的伤害，没有用。交闪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四条腿比你两条腿跑得肯定快一点，我觉得可以打大龙，继续开始偷人。咱们现在核心装备都出完了，下一件的话咱们可以出个死亡之舞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核心装备出完，我现在有闪，我现在这个装备完全可以秒 C 位，有刺客的属性，也有坦的属性啊，都有。翻墙啊，怎么打呀？这塔的话不太好推，溜了。他们这一波可能会过来扫描一下。极限绕法。好。肉的一滴，好吧，肉的一滴，好吧，肉的一滴，好吧，怎么跟我打呀，兄弟？蓝吃一下，你们打大龙可以，吃个红吧。能吃为什么不吃呀？出个鸡吧，来个小龙来，无敌了现在。翻墙，血满了，绕后，小炮没有输出环境，开大加速 ，QA 带走，翻墙，跑了不追了。漂亮，十六级了，等级很高。飞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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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头，兜我可以。那你有点上当了。怎么玩？有点无敌，他投降了，可以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还行吧。666走一波，或者我永久观摩。第一把游戏多的不说 ，MVP 13.2 的 KDA， 你试了没有？